这个数据发送过来，然后它再打开哈希原像，它再进行校验哈希原像。这样一来，对方接收到了的是这两个数据的哈希值，它是半点数据都没有泄露的，它连公钥都没有泄露，而且它 Alice 是能够检测到 Bob 是在服务的。好，接下来有了上面的知识之后，咱们就可以进入这个两方密钥生成协议了。Alice 作为一个用户，Bob 作为一个服务方。好，Alice 选择一个随机数计算它的公钥。此时此刻，在多签协议里头，它这里就把它称之为分片私钥，这里就把它称为分片公钥。因为一会儿有公共私钥，还有公共公钥了，所以呢，它叫做分片。它相当于它拿到一片，一会儿服务方自己也搞出来一片，他俩一人一片，这两片相加就是他俩的公共部分。好，他 zk snore 证明自己知道自己的分片私钥。好，就 zk snore 证了一下了之后，他计算承诺已打开承诺，相当于把这个哈希值发送过去了。他接收到了一个哈希值，好，他就可以算一下，选择一个随机数，好，计算自己的，计算一个椭圆曲线点，好，自己的分片私钥和自己的分片公钥就出来了。出来了之后，他也 zk snore 证明了自己知道自己的分片私钥，他就发送了 proof 发送过去了。发送到了 proof，它立马就可以校验这个 proof 了。校验到了 proof 了之后，此时此刻它还获得了对方的公钥，然后它就可以生成这个 pair 密钥对了，pair 公钥和 pair 私钥就生成了，而且严格规定 pair 的公钥的长度是这个。接下来它进行一个 pair 加密。把这个 ECC 公钥加密进去了，ECC 公钥这里就是产生了一个拿着这个 pair 公钥对这个 ECC 的私钥产生一个 pair 加密了。加密完了之后，接下来它就有一个 zk pair，确保自己产生了一个正确的 zk pair 密钥对儿，确保了自己的 ECC 私钥的范围是正确的。还要去证明自己的这个是老老实实的加密的，就开始调用我前面所介绍的 ZK 了。好，ZK 做完了之后，他发送打开承诺、公钥、密文和这两个 ZK proof 了，把这些数据全发过去。这些数据发送过去，打开承诺，他一收到了，收到了，打开承诺就叫做打开承诺。咱们看看是什么？打开承诺不就是 Q1 和 proof 吗？这个就是打开承诺，他就拿到了对方的公钥和那个 proof 了。拿到了 proof 之后，他立马就会校验一下 proof，确保对方的确是知道私钥的。好，还会校验这两个 zk pair。校验了这两个 zk pair 之后，还要校验它的长度。好，校验完了之后，双方都能够算，进行椭圆曲线被点运算，算他们的公共公钥了，就可以算出来，就等于这个公共私钥从头到尾都没出现，他俩一人拿了50%。好，这里就是公共公钥，就等于这个椭圆曲线点了。公共私钥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只是他俩一人拿了一片。Alice 是用户拿了这一片，服务器是拿了这一片。这么一来，好，就这个密钥生成协议就讲完了。好。Unbound 的那个技术呢，它就用了加信关系。这个呢，Zingo 呢，或者是其他的大多数协议呢，都用了 Department 呢，是诚私钥是诚信关系，这里是加信关系。加信关系呢，就意味着这个公共公钥黑客也能算，这个公共公钥只有双方能算，双方算完了之后，双方把它公布出来。这个呢，有这么一小点区别，它能算，但是公共私钥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OK，好，DKG 协议就讲出，密钥生成协议就讲出来，讲出来了之后呢，这个左右的这个交互版本呢，就是 Alice 叫做用户，Bob 叫做服务方，他俩交互的版本呢，这个是我读了论文之后我把它总结出来的，接下来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原文是如何写的，原文写的呢，跟我总结出来的版本非常的相似，例如私钥、公钥、zk snore。然后发送成计算承诺已打开承诺，它是首先发送给理想函数，
好，理想函数收到了之后呢，再把它发送给这个 P2。实际上，在这里头的这个理想函数就没啥用了，实际上就叫做，因为它已经发送了是这个东西了，相当于直接发送给它了。然后呢，它也是计算选择随机数作为私钥，作为分片私钥，然后呢，有了自己的分片公钥 zkSnorr 发送给理想函数，理想函数再给它，这个理想函数作用也不大了。然后呢，还不如就叫做直接发给它了。好，然后直接发给他了之后，他再发送这个打开承诺给理想函数，然后呢，他在这里就进行了一个 Paylayer 加密，然后 zk Paylayer 就是那个证明，以及 zk Paylayer 加密了一个 ECC 私钥以及一个正确的范围证明，这个 zk Paylayer 叫做正确的 Paylayer 密钥对的证明。好，然后呢，这么一来，最后双方就能够在这里，双方就能够计算公共公钥了。然后呢？肯定会有大量的 ZK，肯定会有大量的校验了。好，然后这个 unbound 呢，肯定也会稍微有一小点不一样。OK，两方签名协议讲完了，接下来两方的密钥生成协议就讲完了，接下来就可以看这个两方签名。ECDSA 的中的签名是要计算一个公共随机点 R 和 S，刚才密钥生成协议里头已经算了一个公共的公钥，如果那个公钥不公开，那不就是跟这个随机点不就是非常的高度相似了吗？所以签名部分与刚才的密钥生成协议的第一部分是非常的相似的，只有计算 S 的部分不一样。接下来看一下，对于一个消息 message 来了，也叫做一个 UTXO 或者是一个订单来了。好，Alice 这个用户他就拿到了这个订单，拿到了他要生成这个订单。选择一个随机数，你看计算这个随机数所对应的随机点，然后 zkSnorr 证明自己知道这个随机数了。好，计算承诺已打开承诺，跟上面的步骤是一样的。好，发送了，他把这个承诺发送过去，他收到了之后呢，只是拿到了一个哈希值，自己还啥都不知道。接下来呢，他就选择一个随机数计算随机点 zkSnorr 之后呢，他就可以确保。他一定知道这个 K 的，然后发送过来，发送过来，他校验了这个 proof，他就发送打开承诺，发送打开承诺实际上就是 R 和 proof 了，他就肯定会校验这个 proof 了，校验到了这个 proof，他就此时此刻他就非常认可这个 R 了，这个 R1 一拿到 K2 对 R1 做被点运算，你看他们的公共随机点不就算出来了吗？公共随机点把它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一确定了之后。再模上这个标量域了之后，这里是机域，机域呢要比标量域要更大一点点，所以呢，它要把它磨掉，磨掉了之后呢，你看横坐标就取出来了呗，就把这个 R 就取出来了，你看这个服务方就把这个 R 就算出来了，算出来了之后，接下来它选择了一个随机数，这个随机数的空间比较大，FR 的平方。进行 Paylayer 加密，怎么加密呢？Row 乘以 F 椭圆曲线的群的阶。然后再加上 K2，K2 是他自己选择的随机数，K2 的逆源他也有。好，这个 message，这个就是这个订单的哈希，这个订单的哈希在这里。然后，他就对这个整个部分进行一个 Paylayer 加密，加密完事儿了之后，他还要进行一个 Paylayer 同态运算。怎么算呢？首先算一个 v 等于 K2 的负一次方乘以刚才的这个。随机点 R 的横坐标以及自己的分片私钥乘出来就是个随机数，随机数好，接下来进行同态乘，然后进行同态加，就得到了一个 C3，得到了一个 C3 了之后，接收方肯定就会接收这个 C3，接收到了这个 C3 了之后，它首先因为刚才这里前头它会是发送了这个 R2 的，前面发送了 R2 的，R2 它已经拿到了，它首先，基于 R2 K1 乘以 R2 做被点运算，它也把这个 ECDSA 的目标一这个公共随机点就算出来了。算出来了之后，好，刚才它还获得了一个 C3，它就获得了 C3 解密等于 S1 撇。S1 撇了之后，拿自己的那个随机数 K1 的逆源次方乘以 S1 撇，好，就变成了 S2 撇。S2 撇算出来。FR 减去 S 两撇，这两个取一个小的，好，这个 S 就出来了，R 和 S 就出来了。这么一来，这个数字签名就已经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之后，上面有非常详细的公式推导，大家不用着急。这个一会儿有非常详细的讲解。好，这个
R 和 S 出来了之后，它可以把这个 R 和 S 发送给这个服务器，也可以不发送，它可以自己广播到区块链系统就可以了。它自己广播到区块链系统了之后，哦，共识节点矿工直接就对它进行验证就行了，这个交易直接就完成了。它也可以把这个发送给这个服务方，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了校验了之后。哦，在广播，这个也是无所谓的，怎么着都行。好，接下来最关键就是在于为什么他拿到 C3 解密了之后，他就能够把那个S 给拼出来呢？最关键就在于这里头有同态运算，KV 等于这部分，V 乘以这不就是个同态乘吗？C1 等于这里，C2 在这里，这不就是个 Paylor 同态加吗？同态乘与同态加。好，我这里有非常详细的公式推导。最前头密钥生成阶段的时候，服务器就拿到了这个 C key，在前面咱们已经知道了。PK 对 X1 进行加密等于 CK，所以 V 乘以 CK 呢，它不就变成了 V 这部分整部分都等于 V，CK 它不就是 X1 了吗？相当于就对这一整部分对它进行了一个加密了呗。这里就是密同态乘嘛，同态乘就直接意味着内部就相乘了。内部相乘，你看 X1 在这里，X2 在这里，你看 X 的公共私钥在这个密文里头就已经合成了，所以在这个同态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合成密态合成这个公共私钥，但是这个服务器也不知道是多少啊，它只知道自己的分片私钥等于 X2，这里头藏了一个 X1，这里头藏了一个 X1，X1 跟 X2 就在这个密态合成了，合成了之后，C2 肯定不能够发送给这个肯定不能发送过去啊，还要拿 C1 跟 C2 进行一个加了之后这一部分要对它进行一个随机化了呗，随机化了，这样一来才能够防止这个 Alice 把这个公共私钥把它给解出来嘛，所以 C1 加上 C2 就同态加就来了，这一部分是刚才的同态乘的那部分，这一部分不就是 C1 的那部分了吗？C1 的那部分，所以 C1 的这部分从头到尾都是在构造随机性。好，也把 K2，Bob 也把自己的 K2 这部分放进来了，订单的哈希值也放进来了。所以这部分加这部分加这部分，这部分呢，这个取值空间会非常的大，Rho 属于 FR 的平方，再乘以 FR 就有一个 FR 的三次方，没有关系。一会儿 Bob 拿到了整个了之后，他会磨 FR，就会把这部分磨掉。现在这部分还在里头，还不能动，整部分它就合成了这样，合成了这样了之后，你看把这个跟这个它就合成了 X common，就相当于 X1 跟 X2 把它合成了一个 X common，就是它们的公共私钥。好，合成了这一部分，那么合成了这一部分了之后，那么 Bob 拿到了这一整部分，就肯定是可以解密解出来这一整部分呢。把这个一整部分解密了，它会磨掉，磨掉了之后，这部分直接就丢掉了。所以我把它写成了灰色的部分，磨掉了就丢掉了，就只剩下这个蓝色的部分，蓝色的部分把它合并并且，不对，它解密出来了之后，我漏了讲了一个 S 一撇，这里是蓝色的部分，S 一撇在这里还要乘以 KE 的负一次方，S 一撇 S 一撇在这里啊，S 一撇乘以 KE 的负一次方在这里乘进来，它 S 一撇它一拿到了之后一磨，这部分直接就没了，这部分一没了之后就只剩下这部分，还有乘以了一个 KE 的负一次方。好，K1 的负一次方过来，K1 的负一次方过来，K1 的负一次方，K2 的负一次方，它不就把它作为一个整体，不就变成了公共部分了吗？不就变成了 K 的负一次方了吗？K1 的负一次方，K2 的负一次方，不就变成了 K 的负一次方了吗？X1 和 X2 一过来，不就变成了 X 的 common 吗？这部分再把它合并一下同类项，它不就是 ECDSA 的签名的那部分，不就把它合拢了吗？合拢了之后，也不知道这个是大是小，然后再剪一下，取这两个小的那部分就行了呗，或者是这个叫做这个群的阶的一取群的阶的范围的一半的那个取一半二分之 FR 的那个呗就行了呗，取那个小的。
好，最关键就是在这里，它进行了一个同态运算，同态乘、同态加就构造出来了蓝色的这一部分加灰色的这部分，灰色这部分会被磨掉。接收方 Alice 解密会解出这个整体。你看他在这里加密嘛，他拿着 Alice 的功要加的，所以 Alice 一定会解出来。解出来了之后再乘以一个 k 的负一次方一乘，好，这部分直接就把它给。就把自己的那个 k 也放进去了，所以这个 k 你看，这个 k 他俩一人做了50%的贡献，这个 k 也是他俩一人做了50%的贡献，这个 x 的 common 也就是 x1 和 x2，他俩一人做了50%的贡献，所以这里不就是变成了一个两方签名就签出来了吗？所以签出来了之后，s 就算出来，s 一算出来了之后，好就成功了，就可以校验这个 s 是否正确了。S 校验一正确了之后，它就可以，广播了。所以这么一来的话，这个两方签名协议就已经讲完了。好，刚才的这个左右的这个双方交互的这个模型呢，是我自己总结出来的。然后这个论文的描述呢是这样的，他把这个选择一个随机数作为私钥计算，哦不，选择一个随机数计算随机点，然后 zk-snore 证明自己知道这个随机数，然后呢计算承诺与打开承诺，把这个承诺发送给理想函数，理想函数发送给 P2。实际上这个在这里有就稍微有点绕了，没啥用，直接就发送过去就行了。然后这边选择随机数计算随机点。zk-snore 证明自己知道随机数，然后发送给理想函数，理想函数肯定也发送给对方。然后呢，接下来就有好几个 zk，就有刚才的有大量的 zk-snore，接下来他肯定就会校验 zk，校验了 zk 了之后，他就服务方就首先算公共随机点，把它解析出来，取恒坐标，它的 r 就 ECDSA 中的第一部分就算出来了。好，他就。Paylor 同态加密，Paylor 密态计算就在这里，这里是密态乘，这里是密态加。好，在这里就把那个x 私公共部分、公共私钥，在这个密态情况下就把它合拢了，合拢了之后再加上那个随机项，加上了这个随机项了之后就还差一小点了。好，发送把这个密文发送过去，把这个 C3 这个密文发送过去。发送的这个 C3，好，它也是把这个公共随机点算出来，恒纵坐标取出来，把恒纵标模它就把这个 r 就算出来了。好，它肯定就能解密出来，把 k1 的负一次方另外一部分给它乘进去，就补进去了。补进去了之后，整个 s 就合并出来了，整个 s 就被这个用户拼出来了，拼出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广播这个 s 了，所以 rs 就已经成功了。好，有了 RS 成功了之后，如果他俩有点担心，害怕某种情况下害怕手机中毒了咋办呢？害怕分片私钥被盗了怎么办呢？后面接下来就要讲一下分片私钥如何刷新、如何派生，以及如何恢自己的服务方要不工作了要怎么办呢？要恢复公共私钥应该如何恢复呢？等等，这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好，咱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接下来，分片私钥它是如何派生的呢？这个就很简单了，核心思想在于基于它原来的旧的分片私钥和它原来的旧的分片公钥，也叫做原来的那一片，去计算新的分片私钥和新的分片公钥，而不需要重新执行那个密钥生成协议。派生嘛，基于旧的算出来新的。相当于他原来的那些旧东西，直接就当做了预计算了呗，所以那个密钥生成协议就不需要运行了，它就能够节约大量的交互。好，首先看一下初始状态，你看它的公钥是这个，它的私钥是这个，这个是用户的，服务器的公钥是这个，它的私钥是这个。初始状态下，它俩的公共公钥是这个，初始状态下，它俩的公共私钥从头到尾都没出现过，非常的安全。好，他俩再次执行一下强制诚实版 Department 密钥交换协议的升级版。实际上，这个版本其实实际上就是那个密钥生成协议了。执行了之后，他俩会产生一个新的公共随机点，产生了一个新的公共随机点，哈希一下，产生了一个256 bit 的随机数，称之为 chain code 链码。有了这个链码了之后，双方都能因为双方能够算出这个。
所以双方都能够算出这个链码。双方算出了链码，那么双方如何做呢？拿着这个链码和他俩的公共公钥，以及一个公开的 counter 也好，nonce 也好，算一下哈希512。为什么是 HMAC 而不是哈希？因为它这里有一个 CC，CC 只有双方知道，所以呢，这里严格的说，这里是用 MAC 而不是用哈希。好，因为 MAC 的输入有一个保密部分，只有他俩才能知道。好，他俩算出512比特，512比特不就是两个256比特吗？左边一个256比特，右边一个256比特，512拆为了256，然后 Alice 拿着自己的公钥。拿着这个随机数对公钥进行被点运算，就算出来了一个自己的新的，算出来了一个新的公钥。他俩的公共公钥呢，不也就是相差这么多部分吗？FL 对公共公钥对它进行一个被点运算，直接就成了他俩的新的公共公钥。好，此时此刻再对链码进行一下更新，CC 乘以 FR 肯定会磨那个椭圆曲线群的阶，磨完了之后这里直接就没写了，就默认的情况下肯定会磨的，然后肯定就会等于这个新的 CC。好，双方这么一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Alice 的分片私钥它就刷新了的，等于什么呢？等于自己旧的分片私钥乘上了一个随机数。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你看 Q2 可以写成，这里应该写 Q1，这里这个小细节错了。好，我改好了，这里是 Q1 可以写成 X1 对 G 做被点运算嘛，所以 X1 乘以 FL 不就是它了嘛？所以就是这里嘛，所以它的私钥就分片私钥就刷新就派生了，这个分片公钥也派生了。服务器的就别变了，服务器这边通常会非常安全，就是担心用户的手机端不够安全。服务器这边呢，因为它有服务器这边有大量的其他的方法用来保护，就是担心用户的手机端不够安全。好，他俩的公共公钥就变成这个公共的私钥也就派生成这个公共公钥派生成这个。为什么呢？你看，公共公钥等于原来的旧的公共公钥乘以这部分，这部分。旧的公共公钥不就是 x1 x2 对 G 的被点运算了吗？x 这部分打括号这部分不就是一个 x16 了吗？不就是这部分了吗？所以这个东西呢都很简单了，你直接就是 FL 了，这里是 FL 了，这个 FR 就留着下一次用，下一次继续用于新的链码，然后就不断的派生出大量的。双方就能够不断派生出大量的新的密钥、新的那个公钥和私钥，派生出新的公钥和私钥，那是非常重要的呀。在比特币和门罗币、Zcash 等等这些 UTXO 的公链里头，你不能只拥有一个私钥和一个公钥啊，你要有大量的 UTXO，对应大量的密钥对啊，所以这样一来派生的话，它才能够应付那些大量的 UTXO 啊。对于以太坊这种账户模型的话，它只需要一个就行了。就不需要派生，对于 UTXO 的情况下，肯定需要派生，或者是他想还可以派生出来，把派生的密钥给其他的，给他的一些子用户，给他的一些子用户呢，也是可以的呀。好，接下来呢，就是有一个刷新，刷新的很简单，分片私钥刷新，但是公共公钥它是不会变的，公共私钥也不变。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设他们的公共私钥等于九，Alice 的分片私钥等于六，Bob 的分片私钥等于三。你看六加三不就等于九了吗？那么 Alice 把六刷成了五，Bob 把三刷成了四。你看五加四不又等于九了吗？Alice 还能把自己的五刷成七，Bob 把自己的四刷成二。你看他不就又七加二又等于九了吗？好，就是这么简单，就叫做刷新了自己的分片私钥啊，但是公共公钥不变。此时此刻，假设 Alice 都已经变成了五了，Bob 已经变成四了，你黑客你黑进了用户的旧手机，拿到了一个六，已经没用了，因为 Bob 的三已经被 Bob 删掉了，这个三已经不在了，所以你黑客拿到了一个六也没戏，你要拿到五跟四才行。但是过了一会儿，过了一段时间，Alice 和 Bob 又把它刷成了七和二。你黑客，你攻破了 Alice，拿到了这个五也没戏了呀，因为这人家又已经刷新成七跟二了。OK，我这里用了一个最简单的举例，好，来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举例。
公共私钥等于 x，他们原来是 x1 乘以 x2。你看，他把自己的 Alice 把自己的私钥乘以一个随机数的利元，Bob 把自己的私钥乘以一个随机数。你看，他刷成了另外一个随机数，他刷成了另外一个随机数，但是他们的公共私钥仍然是不变的，因为他们相乘了之后，这个 r 和这个 r 直接就抵消就没了。这个是乘性的方法把它刷，还有加性的方法。Unbound 技术里头是加性，它就让自己加上一个德尔塔，它让对方减去一个德尔塔，不就完事儿了吗？它就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新的了。此时此刻，你 Alice，你黑客攻破了 X1，你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服务器已经把 X2 给删掉了，服务器已经变成这种形状了，所以你还得要去攻，拿到了。黑客，你拿到了 X1 这一片已经没用了，因为人家用户已经把它刷成了另外一片随机数了。拿到了 X1 也没用，所以这里这么一来，这个公共私钥仍然是安全的。OK，这个刷新就非常简单。首先，双方运行一下质币协议，共享一个随机数，看一下他们如何运行这个质币协议啊。系统仍然是这个系统呢，很简单。你看，它选择一个随机数，计算这个随机数的承诺，也叫做把这个随机数的哈希值发送过去。好，它选择一个随机数，直接把这个随机数发送过来。此时此刻，它收到了对方的随机数，异或一下就变成了他俩的公共随机数。它再打开承诺，打开承诺就叫做把这个哈希原像搞过去呗，把这个哈希原像。把这个哈希原像发送给了他，他肯定就可以校验一下哈希对不对。哈希对了之后，好，他就根据这个 d，根据这个 d，实际上这里的这个 d 就是这个 r1，然后他拿到了 r1，跟自己的 r2 异或一下，异或一下，他就把这个 r 就拿算出来了。好，他俩就共享了一个随机数，共享了一个随机数，实际上使用之前的。Diff Hermann 密钥交换协议升级版、强化版的升级版，就叫做两方密钥生成，它也能够双方共享一个随机点。但是共享了随机点呢，需要 zk snore 证明他们知道那个对应的随机数。所以呢，zk snore 一旦涉及到 zk，它的计算复杂度又高了那么一小点儿。这里的计算复杂度是非常低的，这里只涉及到一个哈希和异或运算，数据量又短，计算又高。所以双方共享随机数的时候，用这个质币协议，也叫抛币协议，它是最快的、最简单的，计算复杂度是最低的。用这个呢？这里要用之前的密钥生两方密钥生成协议，那是迫不得已、无可奈何，双方必须要那个，算那个 Diff Hermann 公钥，而且公共私钥还不能出现。你看这个这个直接就叫做公共随机数，直接就出现了。OK，接下来看一下双方如何刷新，不就是这条灵魂公式了吗？旧的公共公钥等于 x1 乘以 x2 对局做被点运算，好。Alice 要拿着自己的 x1 乘以这个随机数的利元，Bob 要拿着这个 x2 乘以这个随机数就完事儿了。实际上这里直接就等过来了，这里就是 x1 6 x2 6对局做被点运算。这个计算情况下就是 Bob 的计算，这个计算情况下就是 Alice 的计算。Alice 用自己的私钥算 Bob 的公钥，Alice Bob 用自己的私钥被点运算 Alice 的这个公钥。然后算出来的就是个 new，这个 new 肯定会等于这个 old，但是 x1 已经变和 x1 new 已经不一样了，x1 new 它是等于这个括号这个整体了。好，这个是乘性的，对于这个加性的它也是一样，x1 加 x2，Alice 拿着自己的随机分片私钥，然后加上那个共享的随机数，然后。Bob 拿着自己的分片私钥，然后减去这个共享的随机数，它不就行了吗？然后算出来了，这里就是 Bob 拿着自己的新的分片私钥，对 Alice 的新的分片公钥，对它进行被点运算。这里是 Alice 拿着自己的新的分片私钥，对 Bob 的分片公钥，对它进行被点运算，等于这个 new，这个 new 肯定会等于这个 old，但是它们的分片私钥是发生了变化的，是加上或减去了一个随机数的。这么一来的话，此时此刻你在黑客再攻击到他的 x1，把它获得了，已经没用了，因为这个服务器这边已经把 x2 给删除了，已经没用了。服务器只对用户的这一片对它进行服务了。
OK，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它。你看，它把自己的分片私钥就刷新 X1 乘以这个执行完刚才的抛币协议、掷币协议之后，双方有了共享随机数了。X1 乘以这个 R 的逆元，然后新的分片私钥有了，新的分片公钥就有了，然后生成新的 Pair 密钥对儿，然后 ZK Snorer 证明自己知道自己的新的分片私钥。ZK Pair 杠 N 证明自己的 Pair 密钥对儿是正确生成的，它俩一定是互诉的。好，ZK Pair 杠 ENC，然后证明自己的这个Pair 加密的这个 ECC 新私钥是老老实实的加密了的，且这个 ECC 新私钥的范围是正确的。好，发送了这三个 ZK proof，它就校验这三个 ZK proof，校验完了之后，它也刷新，刷新完了之后，它也 ZK Snorer proof 证明自己知道自己的新的分片私钥，它也来了一个 ZK 的校验，校验完了之后，它俩就各自拿到了自己的新的分片私钥，旧的就已经删掉了。此时此刻在旧手机里头了，旧手机里头旧的被黑客攻击了，其实都没什么问题了。最关键就是我刚才在上头写的灵魂公式。好，unbound 呢是用的是加信关系，加信跟乘信其实也就大同小异了。这里不就是加了一个随机数，减了一个随机数了吗？只不过加减法呢，这里的计算复杂度呢会低那么一小点儿，但是对于手机而言，这一点点的计算复杂度跟这里的一点点计算复杂度它是可忽略的，都是毫秒、微秒级别的，一会儿就算完了，用户无感知的。Unbound 呢，那个技术呢，他们就用了这个方式。OK，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密钥刷这个，刷新讲完了，分片私钥刷新，公共公钥不变，公共私钥也是不变的。刷新讲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如何恢复这个公共私钥了。用户有需求，为什么用户有需求呢？用户信不过这个服务器，害怕它跑路，害怕它不上班。害怕他拔网线，他要拔网线了咋办呢？用户应该如何恢复这个公共私钥呢？这个就是灾备了。好，此时此刻添加了另外一个方，叫做托管方，添加了一个第三方托管方。托管方肯定有自己的密钥对啊，有自己的 ECC 私钥，有自己的 ECC 公钥啊。服务方在还刚刚密钥生成完事儿了之后，还没有跑路之前，还没有。还就是密钥生成刚生成完了之后，它就会把自己的分片私钥拆成 n 个片段，拆成了 n 个片段了之后，计算这每个片，使得这每个片段的随机数空间很小了，例如20比特以内，或者是32比特以内。好，拿着这里对它进行暴力搜索，很简单。好，他对它进行拆，拆了之后，使用托管方的公钥对它进行加密，但是这个密文它不会发给托管方，这个密文它只发给用户，用户拥有这个密文，拿着托管方的公钥加密。那么黑客你要想攻击拿到这段密文，你必须要拿到托管方的私钥才行。托管方不公开自己的私钥，黑客也拿不到这段，黑客解密不了，用户也解密不了。好，首先加密起来了，用户自己就把它放到自己的云存储上去，把它存好了，或者是放到自己的本地存储了，因为它是个密文，这个密文是可以到处随便存的了。好，服务方进行了这样一个加密，害怕服务方要作恶，害怕服务方要作恶，服务方要产生三个 ZK，第一个 ZK 要证明所有的随机数相加是等于这个真真正正的分片私钥，害怕他拿着。用户要是突然有一天用户把这个解密出来，他要不等于这个 X2，那不就完蛋了吗？这个 X2 算不出来可不行。还有一点就在于有它是正确的加密 X 这里，以及要证明他知道这两个随机数是正确的，以及 X2 有一个范围证明要足够小，小于一个常量。如果它超过了，例如它是一个六七十比特，那肯定不行。70比特的离散对数已经是非常安全的了，已经攻不破了，必须要32比特以内才行。这个 K 肯定是一个非常小的常量，让这个用户他有足够的暴力破解能力去把它给搜出来，就是要把它给搜出来。好，如果接下来如果服务方跑路了怎么办呢？跑路了之后呢，托管方就会把自己的公钥。
就会托管方会把自己的私钥公开出来，把自己的私钥公开，黑客也能拿到，这个用户一也能拿到，用户一拿到了之后，立马就拿着自己的 X 一，拿着自己的 X 一加上这个 X 二，就把 U 就转走了，转走了。黑客，你此时此刻你只拿到了这个 X 二是没有用的。所以，托管方呢会周期性的用自己的私钥对当天的新闻进行签名，并发送给用户，用户就知道这个托管方从头到尾一直都拥有这个私钥的。好，托管方检测到这个服务器它长时间不工作了，有可能跑路了，托管方就会公开自己的私钥。公开了自己的私钥了之后，用户就一定会获得这个私钥，用户就进行解密，解密了之后，这一部分他就可以进行一个搜索，暴力搜了，这部分他就能搜得出来，然后他就把 X2 算出来，算出来他就能够恢复这个完整的私钥，恢复了这个完整的私钥，他就立马就拿着这个，这就把这些 token 就提到别的钱包去了。好，此时此刻你黑客拿到了这个 X2，他也是不行的呀。因此，好，这么一来的话，就实现了灾备，就是害怕这个服务方跑路。好，这个托管方就有了这么一个作用。OK，好，刚才呢给大家讲的主要是这个快速的两方 ECDSA 签名协议、多签密钥生成等等部分，都是这篇文章。这两篇文章呢，就是那些大量的 ZK 承诺 ZK 的那部分，以及如何刷新呢？这是 Zingo 的那个技术文档，如何刷新、如何更新、如何派生，就来自于这篇文章。然后呢，这个是我的联系方式。好，咱们今天的讲课就这么多，谢谢大家，有问题可以问。喂，喂，我听得见，可以问。老师你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前面第一节讲哈希函数的部分，就是讲那个下山，Blake 那里的时候，然后就是讲到，比如说我要加密一个数据块，我先给它分成好几个 block，然后我如果是第一个 block 是512比特，那我第一次用那个压缩函数就能压缩到256比特，然后接着再跟第二个 block，然后同样的运用这个压缩函数，但是里面有一个二叉树，就是说要取那个 F1 和那个就是取那个 T1F1 那个值的时候，有一个二叉树的结构，就是我不明白到底是前面这种方式压缩，还是用那种二叉树那个压缩就。不太明白这个过程，想问一下。两个方式都行，看你自己选择哪个策略。我打开一下那个文档啊，好。我结束一下共享，然后共享我的平面，共享桌面。好，看到了，看到了吗？看到了。就是采用这个 GCM 加密模式嘛，采用这个 GCM 加密，是就那用这个下山的那个 lake 那个SHA-3。lake，B 前面这个。对，就是这里压缩的时候，这里有一个二叉树，就是这哦。里压缩是怎么压缩的？2-1呗，这里是512比特，这里是512比特，然后这里压缩成256比特。就或者是是，应该是这里是256，这里是256，这两个256相加就是512，把这两个相加等于512，压成一个256，然后这个是256压成一个256，然后256加256又重新等于512，再把这个512再把它压缩成一个256。就是说，比如说前面有一个，第一个 block 零和一，那我先对它进行压缩函数，先压缩一次变成256，就对，两个分别变成256，然后再合在一起，然后再变成一个256的压在前面。对，对，那就是，第二个，比如说第二个 block 它是最后一个节点，它是512的，我先压成256的，然后放到那个一上面这个是吗？
对对，把这里不管它是多少，反正二这里正常来说它也是个256，那个数据已经压完了之后，来到这个方形它已经是个256了，把这个256再压成一个256，然后这两个256拼接起来就变成512，把这个512再压成一个256。哦，那它另外一种方式也可以嘛，就是，就是上面讲的那个算法的，就是，压到，比如说一那个块压到512变成256，然后再和前面压缩结果之后再承接上去，到哎，底是哪种方式？有好多种规定啊，你有好多个策略啊，你根据它的官方文档看呢，以及看它的开源代码，它用的哪个策略啊？哦，就是都可以是吗？对，你去看一下，好几个策略它都可以。啊，就好是的，谢这里谢。头的这个压缩，它有好几个策略的，要看清楚它的每个策略是怎么压。反正无非就是512压成256，或者是直接256又再算一个256出来，反正都是这样算了呗。这种是策略型的，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不过他规定了这么做，就变成了一个他的标准，仅此而已。哦，好的，好的，明白了。啊，谢谢老师。OK，还有，好，那没问题的话，那咱们今天就这样。哦，OK，感谢，博士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